我神偷奶爸前来速通我的世界。这是什么铁垃圾？吃我一掌！这个游戏里面都没有什么能打的吗？还是先撸树吧。虽然我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这里搞不了科技与狠活呀。接下来应该是我居然没有闪，我大意了。接下来就是下界传送门了。哈哈，不对吧？方向是不是走反了？路不熟。切，这原始生物也太弱了。我一定要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生物是什么样的。啊，这就是我要找的荧光棒啊！接下来是谁？还是给他们整点科技与狠活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走了走了，面对这些低级生物简直就是秒杀。哎呀！哎呀我去！不过到了，就把这玩意儿装上，门就开了。最牛的生物在哪里？快出来尝尝你神偷奶爸的 biu biu biu！ 下回还是让我来镇守末地吧，一分钟搞定。